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是你什么人？生病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还以为等你还没回来，我病就好了，不想让你担心。结果呢？不担心吗？找不到你，联系不上你，我从别人嘴巴里知道你生病，我更担心，更着急，对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你有任何事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要不然你再也看不到我。对不起。看看，哭什么哭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不生病了。难受吗？不难受了。不哭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嗯，看你还不跟我说。医生说了，你这病情没稳定，到了晚上可能还会发烧的，还要再难受一下，知道吗？吃点东西吧。不是，不是身体怎么好？抱抱就好。要抱吗？不给你抱。